也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。现在要为你播出《戏说台湾》。两年间，张富清遂选定分林台西五条港的凤凰瓦戏来做庙。相传这个地理亲像凤凰天师，得出高人。当朝皇上因此派人来拜地理，好佳在王爷公坐镇，接无人破坏去。俗语讲，一只鸟第二手，较好十只鸟歇二手。老青阿姐为着要吃王爷庙内底凤凰卵，都来陷害王爷公。王爷公率领到大庙，鸟青阿姐坐爷位，吸收爷娘血，这是安怎对呢？世间上重要的物件是啥？是得袂到的，也是已经失去的。鸟车正定时才有法度参悟呢。今日细说台湾，就要来讲一段珍惜缘分的故事。凤凰瓦戏演后端，张富王爷改为人，小贪七家做王爷，扰乱因果惹麻烦，投胎转世成五界，自私妄为尽刁蛮，失去后悔无遗憾，回头流乱是一般。这句话今天一个细说台湾，王爷公收保障。分林大社王爷庙，这间好单上发生什么无平常的代志？规整个头全面弄来个庙的遮，大家表情真严肃，伫拜王爷公。说落来，大家都将王爷公请出庙的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需要请王爷公来出巡呢？听起来，等到神教听你讲，这个王爷庙起在凤凰溪的好地里，香火特别旺。附近有一个鸟车仔正新鲜，想要偷吃凤凰卵增加寿星，所以就假瘟疫来骗王爷出巡。但是想袂到讲，安尼写作，颠倒个村民带来大灾难。哎，这捡你头的猴啊呢？那是什么人啊？将这猴啊带来内底？怪这么多人中毒，
那呢是中毒，不是瘟疫啦。真正有人讲有保庇，咱唔只有法度找到问题所在。我也讲要走呀，兄弟。只小小的鸟吃吃，你伫我庙啊做寿，而且搁偷偷啊吸收我庙内底香火。本来本王拢无想要跟你计较，想袂到你今日真好大胆，竟然敢偷过这个黄凤娘。本王今仔日一定要好好听劝，剁掉你的残手。讲啊！哎呦，你哦，听我娘子啊，少讲一下啦。啊，咱两个吼，你算起来嘛，算是厝边啊，对无？啊，我迄小小的娘子啊，想哦，嘛是因为拄好伫你的庙后壁，唔知我都分着王爷公的福气，啊，逐天吼啊，起一点仔香火，唔知我都修炼到怎番呢？啊，人也是因为讲想要让家己的修行更加精进啊，唔只会想讲咧小酒家，你迄条红红卵哦，痛死！哎呦呀，不要！我牙公哦，啊，刚才你和我讲鸟车计较啦，你会带阮带着鸟车的知识啊，拢藏伫个心肝底，啊，若是无代志吼，你确实来走啊哦。滚啊！我老问你。你口井内底物件是毋是你扛的？对对啦，啊是我扛的忘掉啦，阿公吓袂食死人啊！你为着要偷窃这个红红人，竟然无顾村民的性命，假造瘟疫，让村民来请阮出巡，就算偷窃红红人这件代志，我会当饶恕。啊，不过另外这条罪，我嘛袂当饶你，家己拍好。我会讲你三十个尻川，因为你唔若害着这个人，你搁差点害死人。王爷公，你莫话讲话哦，我哪有可能害死人？那也无可能。你家己看，大只人，伊唔叫呢。王爷公啊，你大只人，我爱自然咧，甲伊小生喺我头壳顶啊。搁加强变，是哪伊男是因为你，伊嘛袂去拄着危险，你着好好安尼去三十个大板，离开我王爷庙的后院，永远就不准动啊！好。王公。现在等你，今年等你等人，咱紧来走。紧走，咱紧走。别走，别给我钱，放你的钱。不给啊！不给啊！梅花，你两个过去啊，父亲的病是会传染的，你知无？你是不是大心大命的人啊？你无替家己想，妈在不肚内面的囡仔想。三哥。我可是我的阿婶，我哪有可能放伊一个人在这担心？不用的啦，不用的啦，你好我乖啦。我惊，梅花，我惊，我惊，我惊，你那是死啊！我爱跟你走下去，你好全路上你袂孤单，我无可能跟你一个人活啦。梅花，这是你家己决定要留落来哦。那安尼，阮先走啊。你别管我，你紧走，我的爸是会传染。我不害了。实在是足好运的呢，才拄困醒，
都有两个话笑出来的人会当食，啊，唔过看伊安尼臭面哦，我一定都要甲伊加洗几摆身躯哦，才会当食。大姐，哎呀，妈，大姐，你们红袖串姐。是天公疼有人，王耀公才拄啊解决过瘟疫的问题尔，就随便来救父亲的两阿母啊，一声抓正踢到天崩啊！百年修行的抓正，才拄了遭父亲的两阿母尔，想袂到就拄到王耀公叔叔，将伊拍回原形。竟然将我百年的道行毁掉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，我一定要来报仇！救人啊！救人！救人！你再来看啊！救人！救人！啊！你敢不是父亲在内化？啊！你哪方放伫遮？起来，速快跳过来！好计，你有计无？你的名声？奇怪，我乃感觉我规个人拢轻松起来呢。真是啦。我想到啊，一定是头拄阿王爷讲的新桥吼，弄着我新肝头，阿妹啊，我就做一口痰拿出来，即马规个人拢精神起来，更好啊呢。一定是王爷公救来，你甲王爷公说多谢。多谢王爷公，多谢王爷公救命之恩，多谢王爷公。王爷公为抓正手头解救父亲两阿母代志，真紧就团灭几张阿头啊！搁再因为解决假瘟疫，村民搁较敬重王爷公。这个时阵，苗七真也是唔死心，受工受帮都是要对着红红呢。哼，有啥物了不起？若是我嘛有红红遐地气，我一定比王爷公搁较厉害。是王奶阿母讲起啊，哎，你想命该将鬼差来抬走啊？哦，嘿，真好真好，安尼哦，我就应该利用王七阿的死来设计陷害王爷公，把我父王尿起阿完，哟，父尿起阿完，哼！阿母啊，我等下啊，还有一个情况总要照顾。可以走了。你看大夫，你好痛啊！王奶奶将后生带去大夫看，现在讲大夫吃了针灸和药啊，因囝赶快是昏迷不醒。王奶奶真失望，都决定要先回厝诶，甲老母往前办药事。现在连门家口发经火车，伊就对过者沿路一直对来到王爷庙诶。人人讲是王爷公在作怪款，气甲要将王爷身上甲烧断掉。王奶，等点么？烧断嘞！烧断嘞啦！走了。你哪有办法烧掉王爷公啊？王爷公抬死阮老母，这是我亲目睭看到，是安怎我袂当个烧？我再讲啦，对阮家的火烬，一路直直到王爷公庙内，这嘛证明阮老母就是去让王爷公抬死的，我无可能冤枉伊。啊，唔过。王爷公英雄都精灵下，你保护咱村民，伊哪有可能做出杀人的代志啦？这其中敢会有啥物误会？对啦，一定是误会啦。啥物误会啊？我可能误会咧。好，先莫讲我亲目睭看到王爷公伫阮家出哩，嘛着算讲阮阿母伊死，
这条命我拖袂转来。也唔过，阮兜一位，伊到即摆还阁昏迷不醒啦。连大夫都唔知伊得着的是啥物款的病，这根本就是王爷搞的作乱。今日我若是无甲伊消息，阮囝一位无可能清醒过来。阿唔过。哎呦，无啥物啊，唔过的啦。即马吼，死的人是因老母呢，啊，昏迷不醒的是因后生呢。你要哪会安讲哦？因为这代志甲你无关系，你都无爱互处理，安尼伤过无道理啦。大家讲对无吼？对啊！而且话讲转来，但这少年的话嘛无讲唔对啊。今仔日会发生这款代志，就代表讲这王爷公已经唔是正神啦啦，根本就是妖怪吼变出来害人的啦。当然嘛是要紧甲烧掉，唔才有法度保护咱大家全民。少年的，我听你啦。王来，伊讲得真有道理啊，我马上请你甲烧。哎，你唔通烧啦，王来，你唔通烧啦。别烧啦！你既然不烧王爷公，我就应该趁热，你去烧红红灯啊，真正是真好。别别别！烧啦！烧啦！我食魔不食，食食不灵魔。鸟车车照度杀人，也是叫王爷公识破啊！王爷公是要安怎证明自己的清兵呢？小兄弟，你想要走去对？我看你也是乖乖待在身躯边就好，哦。你想啊？你想要做这份毒药？少年呢，卖生气，卖生气啦！我只是一个无代志做的老伙啊，哪有可能做这份毒药啦？我只是想讲哦，万一这一切呐只是一个误会，啊，恁得把王爷公烧掉，啊，该你敢袂后悔？后悔？恁还不死啊？伊已经死啊！就连我为伊的囝。伊得着什么款的病嘛？唔知，伊嘛得要死啊！就算讲今仔是我做唔对，我以后我受到这个我嘛得骂。像我王爷公，伊明明就变成妖怪，哪有可能唔是？少年的，假使讲我若是能解开你心中的病，你是不是愿意听我讲几句啊话呢？你用细看，这身上顶面有血哦。还有，昨暗的血迹啊，一路是滴到庙口这来啦。假使讲那不是妖怪吃阮阿母的血，哪有够啥？对啊，哪有可能迄血哦会无缘无故为天顶落来？我讲吼，一定是王爷公变作妖怪出来吃人啊啦！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！这血当然嘛无可能对天顶落来，啊，不过只有小兄弟敢讲到一半。因大丫头看一下顶冠，迄是啥？所以王爷公身上顶面的血，是鸟屎啊，滴落来血。莫怪啦，我来拜拜的时阵吼，一直闻到死鸟屎的味呢，啊，安那吹风拢吹无啦。原来伊是死伫顶面哦。好了，就算讲身上顶是鸟屎的血啊，也毋过针对阮家一直滴到庙内的血。这我无可能摸唔着哦，天一定是阮阿母的血。这就是安徽米甲袂调出来，恁大家看有真少。即马我着倒咧顶悬，互恁看完下。少年，即马你摕这块白布顶悬的血。甲恁阿母的衫顶悬的血也对看卖啊，看是不是一模一样。证明自己的清白了，到底昏迷不醒，有为来看病。我甲讲，有为是叫蚊仔叮着，叮着天高日。伊暗中施展神力，替囡仔治病，也有为大人心精神啊。
到底传闻感觉不可思议的时阵，丽花向我想到讲，拄只迄个老人的面容，好像就是庙内迄个张王爷公的款呢。娘子啊，娘，顶届我拢放你一条生路，你唔知影人好好啊受用，竟然佮走出来变鬼变怪，这届我拢绝对袂放你耍。哎，小队，我不好，非常不好。你是啥物所在的不好？你这死老伙啊，你我都伫遐做王爷公，可是红红花的地气呢，我们都要安怎打拼？脑残像我，迄死下咧去几百年的香火，才有今仔日一点点啊修行。并且你都这么好命，搁正办事，用咧做王爷公，我有干那用咧做一只可怜无人爱，搁无啥物法力的了死阿姐，我当然不。你认为我做王爷公，受人香火真简单是？听着讲。既然那呢，我这王爷公就换你来做看卖，安怎？对啊，你要做王爷公？无唔对，我这大位会当让你坐，安怎？买无？买啊买啊，当然买。哎，安尼紧个啦，你紧甲我放开，我要做王爷公啊呢。稍等，稍等嘞，娘子啊姐啊，我这王爷公会当让你代替我做。啊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哼，我就知，但是哪有可能这么简单？你错了，听子阿姐，只要你会当在神明桌顶，好好听遐善男信女甲百姓讲因的心愿，半句话都拢莫讲，那安尼就算你通过考验。只要你会当通过考验，这届的代志。我会当拢卖追求，就放你耍。啊，不过你若是无通过考验，你打算要安怎？哈，你死狗，要抬要挂，取代你啦。好，这是你讲的，咱就一言为定。唐僧啊，你中着这个公主，带我变个公公死，哈哈哈。王爷公在上，弟子可应发。啊，最近安尼清才感觉心神不宁啊。啊，若是真正有代志吼，希望王爷公保庇，保庇我当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啊，上好是当安尼啦，平安顺事无代志，无烦无恼食饱日，会当风头大展，大赚钱啦吼。感谢王爷公。哎，会长讲话。会长讲话啊！王爷公啊，拜托的，我求你，我好在厝要来给我讨钱，今仔日哦，拜托你赐我钱财，啊，若无，我会叫我爸死啦！拜托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啊！钱，都是钱，多谢王爷公相助，多谢王爷公相助。哦，好个仔，差一点我就错工去啊！王爷公，地主今日吼要出去掠鱼啊，希望王爷公会当保庇地主，平安去，平安倒转来。哼，这都无问题啊，我一定会错工的。少年，我甲你问者，你昨昏去遐拜拜吼？是啊，啊去遐拜拜，你真厉害嘛，真厉害嘛！哎，你是咧创啥？你莫胡白讲话哦！啊，你真厉害来去，敢有啥物期待啊？你莫诬赖我哦，我哪有诬赖你？我拄才走尔呢，即摆庙拢无人，今日你遮拜，当然嘛你退，还无送退。哎，你真正莫名其妙呢！我跟你讲，我无退就是无退啦。那安尼吼，有在条点王爷公头前，就绝讲你无退啦。好啊。王爷公，地主单付现伫遮手纸，我若是有伫迄个人之地啊，我就无好死。好啊啦，你莫讲啊啦，你个手纸吼嘛无效啦，我袂相信你讲的话啦，上好你就我敲身躯啦。
我是安怎要让你吃到身躯啊？你全家啊，明明就唔是迄个人家，啊，这个人来硬要甲落下，吃完饭。你若吃我身躯，你给我死掉！真的，你两个卖差啦！我甲你讲啦，你的钱包啊，唔是这个人摕去，是一个叫做沙哥的人摕去，你紧去找伊啦。呀，沙哥摕去？嗯。你讲敢真实嘞？当然嘛是真实嘞，骗你要创啥？歹势啦，甲你误会啊！我要找沙哥，我摕钱包啊！你，好，我真正有够衰啦，啊，拄到这款小人，我要出海抓伊呢。啊对哦，我要袂赴啦，我要出海抓伊啊，小林兄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。嘿嘿，现在总算是天塌太平。娘子啊，娘，你这样紧就违背咱的约束，那呢，你是不是应该接受处罚？王爷公。总吼，算是替你办事处理代志呢。这是增加你的行为，予你会用的快较侪休会啊，休会快较旺。安尼你也要处罚我啊？鸟鸡啊姐，你果是你安尼，就是咧替我办代志是？你错。你看，因为你搞的，害这好业人的钱，无法度报死做功德，害这富人人，会叫老马拍死。安尼，多加一条人命咯。吼，我本来知影代志变到安尼啊，啊，不过上过起码，我有替另外迄个少年家甲斗三工，替伊洗身冤困嘞。我安尼做是为好，免人家讲我唔对。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唔认错，那呢？你搁看，都是因为你一句话，煞害这富人阿翁婿顺利出海抓鱼啊。因此命丧风中，对吧？谁想袂到讲父亲会存一变？父亲死啊，我知影生活来足艰苦的，不过身体还顾啊，还为着你巴肚内囡仔小想者。我来，父亲已经死啊，只要剩我一个人，我嘛无想要活。是啊，你唔好安尼想啦。以后的日子吼，庄海来人拢要好来照顾，啊，你家己要保重，唔通伤心啦，吼。好奶，多谢你。别啦，别啦，慢咧。走。我巴肚，走。我巴肚，我巴肚，我巴肚就疼。老弟，哎呦，我们来查，只是讲一句话，代志变到这严重。娘子阿姐，你不识因果，煞介入因果去做孽，这就表示讲你智慧不足。你过是讲接受地气，会当轻轻松松做神，受人因果心，煞唔知影做神，嘛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。那是因为吼，我的道行无够，我都未无先知啦，唔才会把这件代志办了唔对去，这袂使怪我。好，我著给予你一次机会。我问你，这个世间上，什么上界珍贵？哼，最简单啊，就是得袂到的，还佫有失去的。错。错，我是错伫倒？我马上就予你知影，去吧。你死啊！咱的囡仔嘛无啊！你等我，我即马就来找你。
这敢嘛是天公伯啊赐予我的囡仔？你的哭声，佮这么细声，敢若鸟鼠呢？那呢？以后我就叫你鸟鼠啊。俗语讲苦难有时过，王爷公将鸟鼠正变作囡仔，而且佮荷花求着，伊安尼生做到底有甚物用意呢？怀中抱着囡仔，丽花决定要甲饲，根本都唔知讲这个囡仔其实是鸟姐姐变的。时间真紧，经过二十年，王来啊后生又为中大成人啊，但过王来啊早就已经死啊，又为个老母王来啊送两人相依为命，在村头这个好野人兜整理过程。又为啊，你阿爸都已经过往十年啊，阿你妈已经二十五岁啊。阿母讲，看你是一当时要娶某，唔着紧给我抱孙做阿妈。阿母，紧来啦，紧来啦，无你教我讲个哦，我着等个鸟车成亲啊，你免着急。阿干妈呢？你是一个懂懂查埔囝呢，你唔通什么代志吼，拢要听鸟车的。伊都袂入门，你都予伊安尼食个死死死。哦，你安尼以后是要安怎甲压落底啦？阿母啊。我娶某入门是疼某惜某的呢，啊，像阿像拢无好处，敢毋是？你放心，我赶紧跟你车参详，我要回心甘情愿嫁给我。尤伟，阿静，你辛苦啊，我早日倒汤来给恁吃。小姐，你哦，真客气啦，啊，我伫过几年才甲恁做事嘛，是有提工钱的，啊，搁早点先来阮吃。孙彤，多谢你。刚才是一碗绿豆汤，你们跟我客气啦。哎，尤伟，你来老家你坐过，我来给你试试个。好，哎，里面啦，拉进啦，里面啦，拉进啦，里面啦。哎呦！啊，你睡没？我卡住电。哎，孙彤小姐，阿你想哪啦？你看，我来看看外头。不用怕咯，因为你该等到我爱上去。啊对。啊好啦好啦，阿健卡闹着吼，你就先送伊回去啦。阿贵，你当时头嘛已经做甲差不多啊。阿小等下吼，阿母先来去王爷公遐拜拜。吼，阿你卡这里啊。因为今日我做的绿豆汤够好啉。要，我条条做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尤伟，啊，我拄才讲话，你敢有听到？你讲啥？哦，尤伟，啊！啊，就听。鸟车。但是不是你想安尼哦？那是因为脚漏掉，我们才要较安。啊，不过我们是啥物较安？尤伟，你哪当讲这种话？你敢真正这么讨厌我？村头，我。村头。你身边有只牙缸呢，牙缸对啊，牙缸牙缸在哪里？春桐，啊，你不是讲你脚漏着，我都惊咯。你现在要骗我？你刚刚安尼骗我，我来等你就情我算。我。你安尼哭回去，唔知安怎呗？你若是唔敢吼。就即马紧去甲录，啊，想煞才甲爱转去啦，哼！阿妈，阿姐，我唔是那意思，你莫生气啊，阿姐啊！总算互我恢复冷静啊吼！迄个可恶的王爷公，我一定要破坏王爷公庙的地理，搁要夺走伊的红红卵。一旦那化工力高强，就换我做老大。哼！我今仔日哦，一定要找到红红卵，大嘴大嘴，甲伊食落去，甲我功力小补一下。啊，若无，像我即马也无啥法力啦，是要哪报仇？王爷公，新路吼真感激你，
感谢你这几年来对阮后生王有为的保庇啦，保庇伊安尼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啊，不过吼，我今仔日来想要请示，看伊是伫当时会当娶某，卡叔的各位来当娶某吼，都拜托你，拜托你看心，啊吼，让新妇一个心归。孔惠王爷公，竟然将日靠唱到这么秘密的，害我安怎找拢找无？哼，我都不相信我找无，我一定还找到。哎，啊，那你落去倒我卡啦。叫什么呀？莲花，啊，你莫来拜拜哦，多跋一杯啦，算浪费到我卡内底，先看卖啦。啊，这是啥啦？那还能说说？失踪啊！失踪啊！你呀啦，在这里啊，好啦，记得叫大舅抓，抓好抓好。哎，我这把水灯来哈，来作业抓大，红衣我要保身体。哎呀，我去学上着七寸，那是我上大的弱点。今仔日我变袂转去，嘛无法度脱身，只剩我一掌啊！幺七呀，你卖生气好唔好啦？拄则是我唔对，我甲你赔罪。王阿姨喂，你免甲我赔罪啦！你欢喜爱相就爱相，唔爱用我解释，我来等啊啦！无啦，幺七，幺七，放手啦！你明明知影我无甲伊春桃，你哪着爱甲伊计较？不过再讲，伊拄则互你气甲哭啊！以后一定唔敢过来搞哥哥店啊！娘子啊，你原谅我好唔好？哼！娘子啊，你上届食灵应啊，我把灵应互你食好唔好？对啦，你看，看拢肿起来。我看麦。哎呦，真正肿起来呢！你哦，那真系无注意啦，行啦，进来看大夫啦，紧。莲花，你阿公唔要食过我做庄鸡对无？我甲你讲哦，我做庄鸡好是天下上佳好食的哦。哎，亮亮，我真该晕死啊！等下豆汤好吃呀！阿姊，有事了无？你出来好无？有位受伤啦！啊！有位受伤啦！啊！哎呦，卡衰烂的啦！有位呀，你卡啥乱受伤啦？啊，有位就想讲要找我办婚姻，而且无说你委屈我顶头来。你哎，阿母，我今日做事做几工啊，啊，即马脚受伤哦，人我无爽快，我想要较早休困的啦。娘姐啊，你先跟恁阿母较早等休困啊，哈。孙强，孙强。家里阿威哦，伊是，哦，我看以后你要请哪里门哦，我看你无什么好日子通过啊你。这个小查某啊，竟然要甲我做成纸巾，我要甲这家人拢吃了了，甲伊报复。今仔日吼，要好好啊甲幼伊报一下。哎，对吼，现在这两样能好写。哼。这个是在酒吧，所有的人拢给我吃了了。小等那个小查某若看望人，一定会气死。
先来困一下再讲。哎，哎呦，啊、我昨明明揢十粒卵伫遮，啊，那一粒卵都无啦。哎呦，夭寿啊！谁把我这卵拢敲敲破，规拢把我食了了啦！哎呀，说出去，先把这火气起来吼，小等下去甲幼气哦，种两粒卵啦。哎呦，我得要休息啊！惨啊，真正我要变成红蛇吧！救人！啊，搁讲唔着，救蛇！救蛇！啊！是啊！啊！这！啊！这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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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干净，水。下面就变作红蛇吧。尤姨，我昨下听讲你的脚受伤啊，我随当去电梯卡通要来给你抱一下，你躺下去啉。文姐，我若是啉这碗汤哦，万一过鸟车知影，我连叫伊八皮啊，是安怎才好？伊阿母加人心，往来数啊一个都看出尤姨的心思。其实王兰素的心内嘛，已经认定讲鸟鼠啊，有一天会做因家的新妇了。王兰素，哎，莲花你来啊！阿金，来啦，遐坐啦，坐，加加。尤伟，你的脚有较好不？妈，春桃，你啥嘛在家？我春桃嘛是关心阮尤伟的脚伤。七早八早吼，都炖一碗猪脚汤吼，要来甲伊补啦。鸟鼠啊，啊你敢有存啥物药汤，嘛要来甲阮幼儿补起？对啊，阿婶，我是专工吼，甲幼儿送补药来啦。哎，你紧，你吃。鸟鼠啊，你这是啥物补药啊？哦，这哦，这是我专工去大夫遐问到的，伊讲吼，这啉落会气胸解有固筋骨的补药哦。哦。紧来，紧，紧拎，紧拎。好。醉啦！陆毅，安怎好啉无？哦，当然好啉，好啉啦！鸟鼠，你是要甲陆毅毒死哦？这尔歹食，一羹是人食的？喂，你莫冲头，你莫袂好鸡泡好无？啊，这补药本来就是药啊，药啊本来就无好食啊，啊，我哪有要紧？因为吼，食落较会较紧好，药歹食哪有啥关系啦？你有讲对吧？啊对哦，对，我也全部拢领好了哈。好，安尼做一撮甲你们玩。哦，因为这包药真尔歹食，你莫搁食啦。我随当去搁电梯卡通给你啉，他们一食个拍巴肚。哎，春桃，多谢你好意啊，我是领鸟鼠的包药了啊。有听到无？哼！阿母，快好啊！尤伟，你乖啊吼，是我专工为你做的啊，来，去看麦。嗯，紧乖，紧好好，我挡袂住，我肚痛，紧给我去。肚痛？啊，药前不是讲吃落气胸解温，奈直到肚痛，紧来。进来。相亲的对象啊，我早就来讲过，我甲伊是王有为，若是别人，我真袂嫁。春桃啊，这个王有为到底有啥物好啦？你已经散到吼来咱家做工啊啦，是安尼散食？你若真正嫁予伊哦，到时阵你一定怨叹阿兄啦。阿兄，老爷，老爷，人要找你。你就是林水文，是，请问你是？我姓梁，伊叫我梁成德的。
我今日来是有一件代志要拜托。荣幸，这金条是……我听人讲，王爷公庙迄块地是恁怎啊来？一个叫王友为领导的地势，是啦，那是王友为爷祖，迄当阵管出来做庙地。我搁听人讲，你是这庄仔来，因为伊无相信王爷讲的啦，所以咧，才要拜托你做这件代志。我甲你讲，迄块地哦，我已经请地理师看过，地气真好，所以咧，我打算要甲迄块地买去，起阮家的大厝。认罪无？卡叔讲，你有法度将王爷公庙迁走，将迄块地变作我的。那安尼事成了后，这十条金条就送给你做活动费。什么？这十条金条，给我做活动费？我愿意，我同你嘛愿意。真好，那安尼咱就一言为定哦。来，这条。先给你做真金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对啊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哎，哪会走遐尼紧啊？这八字你就无看的人了，奇怪。哈哈哈！阿娘，迄个人把这个活动费给你十条金条的，啊，若是有为因到迄块地，我看一定会开真多钱给买落来。到时阵阿兄，我配袂起有位啊！你讲了真有道理。好啦，阿兄吼就替你走一撮风格，替你来讲真情。多谢阿兄。林少爷，阿你雄雄来阮家，搁送遮尔啊侪礼物，啊唔知影是有啥物代志，爱阮替你办哦。王来庆啊，要哪有啥物代志叫恁办呐？你安尼讲吼，就见我啦。俗语讲吼，无功不受禄。啊，你送这礼物来，我是唔敢收，这是提灯较妥当。哎，等下等下，有位啊，我今日来恁家吼，确实是有代志，想要甲你参详啦。你嘛知影，阮小妹的春桃真介意，所以我今日来吼，就是要来甲恁讲亲情的啦。是啊，讲亲情。是啊。我不是要娶你，点点啦。林少爷，阿我现在就感激你看阮有为吼，看伊这么有气啦。啊，不过这婚姻除了钱以外，缘分嘛是介重要呀。搁再讲，这人女双方嘛是要互相看伊个，这才是上介重要的。啊，我这个人嘛不是什么老古板，我嘛袂强迫阮后生一定爱听我的话。去娶一个我家己看介的新妇，讲来讲去吼，嘛是爱看伊家己的意思，你讲安尼对无？啊是啦是啦，啊不过王来生啊，这个娶新妇哦，就是爱娶贤惠、会晓做家内事、啊个性够温柔的查某囡仔。嘿，若讲到这哦，唔是我咧操蛋啦，但阮家的春桃哦，甲迄只鸟鼠，比起来，啥物人是好新妇，啥物人是贤妻良母，免讲，大家心内知知啦吼。有影是贪古落人，王来素啊，敢会因为恁水分的西人，我爱鸟鼠啊，这个新妇呢，抓正机会，敢会成功？这个娶新妇哦，就是爱娶贤惠、会晓做家内事、啊个性够温柔的查某囡仔。嘿，若讲到这哦，不是我咧操蛋啦，但阮家的春桃哦，甲迄只鸟鼠，但比起来，啥物人是好新妇，啥物人是贤妻良母，免讲，大家心内知知啦吼。你讲你嘛真有道理，这鸟鼠哦做家内事，就较含慢淡薄啦。阿母啊。娘姐，娘姐，你莫生气，我阿母拄则讲遐话哦，唔是你心内所想迄个意思。唔是我心内所想迄个意思，我是啥物意思啊？王有为，
偌济啦，啊，着打好一点点啊。王有为，你三万两千万的给我骗，我真正是戆人哦，这都让你当做我做咩啦？你要安怎想就怎想，我无遗憾啦。娘子，哎呦，王兰姐，这就是你的好媳妇哦。袂歹呢，迄个性哦，真正好啦。娘子，你哪懂诶？你哦，一点仔查甫囝气概拢无啦。阿母，看来吼，你应该阁有一挂家内事要处理，若无，我无叫你来吼。要不，阿母你讲，怎人安尼？好啊啦，莫阁生气啊啦。我看吼，你应该是误会以为阿母啊，我阿叔也无可能讲你的歹话啦。阿母，假使只是阿婶吼，甲我念几句啊，迄我有法度忍耐啦。有为咧，你啥话无来甲我解释？自昨到今晚咧，半句话拢无，还阁有啊，欠我的代志嘛无甲我回失咧，到今晚我唔敢来找我，我看伊根本就心内有愧，感觉我不应该受气。你哦，查甫囡仔人，卖啥物代志拢要甲有为计较，拢爱有为让你来甲你回失咧。是啊，卖啥物代志哦，拢要喊你定金。有时阵较马马虎虎嘞，对你对别人拢较好啊，知无？我唔管啦，非你无来甲我回信嘞，我都无爱原谅伊啦，上气也要嫁。顺头啊，你若有介意吼，阿兄买好你啦，卖阁看啊啦。多谢阿兄，头家，你替我包起来。顺头啊。哎，阿兄看你啦，飞天吼，你着买新车啊，过去咱买较济咧，阿免吼，到时阵搁走一撮来啦。阿兄，要叫我优惠啊，你害我再卡一个计程改过去，唔通我受苦啊。放心啦。上，我问你，你拄则讲你要叫我上，当然嘛是优惠。优惠，优惠哪有可能娶你？你要娶的人是我，才唔是你。这是绝对有可能的代志，你无看，春桃甲幽为两人看起来偌速配，迄人人看拢知啦。颠倒是你啦，也是啊。昨吼你伫幽为因兜，互幽为还阁王来清遐尔歹看，啊，即马阁少想要嫁入去王家做因兜的新妇。我看吼是阿婆仔生囝正拼咧，你吼还是卖少想了啦。你莫有白讲话啦，娘子啊，莫甲人冤家啦，行啦，来转啦。怪啦！讲话，那爸呢？咱两个来相处，上来是叫我有为，另外迄个甲伊替对方添新罗衫，安怎？你教无？相处就相处啊，上呀上。我绝对赢。哼，我看是我食清饭等看你骂骂好。哼。娘子啊，娘子啊，哦。紧食食，好收收的啦，莫阁想有话代志啊！阿母，我食袂落啦。你敢真正相信水文英含妹仔的话啊？因为哪有可能想要去娶春桃啦？我相信伊毋是迄种人。遐的话吼，是英含妹仔要故意破坏你甲幼伟感情所讲的话啦。戆囡仔，就算讲伊昨昏甲今仔日拢无来找你解释这件代志，你嘛应该相信伊啊。我相信有为吼，一定有啥物原因，才会袂当来找你啦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来呀，进去啊。娘子你好，娘子啊。你到底做啥？出去！出去啦！出去！娘子啊，娘子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甲有为好好讲一下，我先来休困。阿带桌顶的饭菜会继续烧了。哦。娘子啊，我知影昨昏代志你连足生气的，不过你妈身体好唔好，我甲你回信的啊。上班啊啦，你昨都应该来甲我回信啦，谁要拖到今晚才来，这表示你心内根本无我。不是啦，我早就想要来找你啊，不过阮老母唔好出门，一直甲我顾条条。
你出门哦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阿母爱你娶孙头哦？哪有可能啊？阮老母不是这款人，伊根本就袂讲我要娶什么人。我再讲，除了了解你，我根本就无想要娶别人。你先别原谅我，对不对？谁讲的？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原谅你？哎，我原谅你会用的啊。啊，不过你还答应我一件代志，我就要原谅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也是无理无理的，苗青啊，娇强的个性，会替伊惹来什么麻烦呢？伊叫尤伟做的代志，又搁是啥话？王来嫂啊，嗯，我娘子啊吼，都较少会啦，看捌代志，常常做唔着代志，你大量有大量，都原谅伊啦吼。丽花，这个若不是领导伊将娘子啊伫个说信的，我们哪有可能主动约我要去找伊啦？哎，唔是我伫个爱讲的，领导伊将娘子啊个性哈尼啊娇，你一定爱好好甲看家啦。查甫囡仔你唔好啦，唔通安尼又在一起呢？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回去吼，我会好好甲教啦。安怎，顺头啊？我看有介多一支。这个足水耶！从我这来。哎，气！哎！哎！你是安怎？惊路唔看路，弄着人嘛无遐回事嘞。林俊文。你这个夭寿碰到个短命的查甫人，我巴肚内是你的囡仔，你竟然不承认？乡亲啊，各位乡亲，你来甲评价你的，这世间上哦，哪有这么好一个查甫人了？你咩有袂讲话哦？我哪有袂讲话？我，你唔只有袂讲话啊？你哪有袂讲话哦？你搁欺骗我的感情？当初时，你讲你有沉恨，你有痛。我就好好安心做我的小妇人就好啊！我唔才将我清白的身体交乎你。怎么嘞？你爱着别人，怎么将我放上？我哪这么可怜？我巴肚内囡仔哪这么疼你啊？哎呀，这林小牙，那你做是关代志啦？这声敢若阿母的声，真正是阿母，绝对袂当怀疑林川。哎呀，你真正敢讲我大巴肚？讲小妹，唔慢慢有无讲话啦？大家听我讲，我真正唔捌这小查某，嘛唔知伊是为倒位来的。伊是超工第一车破坏我的名声，请大家一定要相信我。林水文，我咧知影你安尼讲，今年你要放生我欠款，我嘛死心啊啦！我决定，我要回去故乡将这囡仔生落来，将来。我会跟伊讲，伊有一个负心人的阿爸。哼！你，尤伟，那是你？你是安怎偷工卖行的哇？是啊，尤伟。哼，这小查某也来啊！小等我找到机会，我一定要报复伊。尤伟，你那是你要做什么？给我走开没？你想怎么样来走？阿母。我咧开空声笑啦，这不，这款代志跟明星有关系，跟你当台空声笑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一定是鸟鼠啊叫你安尼做，你要报复我对无？报唔对啦，是我叫伊安尼做，又搁安怎？想叫恁徛模样两个人变得好起来骗我，所以我嘛要让恁试看卖哄骗的感觉啦。王有为啊，你敢真正是一个查甫人？既然听一个查甫人的话，装作查甫人。你敢会敢介绍？我知。你真是袂当解释！你敢话我家面做啥人啦？你又不好结婚呀？你讲。阿布，阿布，阿布，拢是我唔好，害你受气，怕歹身体，该气到这么严重。
无晓得怎好甲你医治，我是要哪做才好？因为是的啦，拢是我唔好，也毋是我安尼想胖想胖，阿母嘛袂让我气甲生气破病。是的啦，我真正做唔对啊。因为人讲破病的人，嘛爱人嘛爱神，我看吼。我跟阮娘子啊，来去王爷公庙拜拜，叫王爷公救恁阿母，看恁阿母的病会当较紧好起来无？好啊，阿母，咱即马就进来拜王爷公。王爷公，叫你保庇王来进嘛，伊的病会用得较紧好起来。阿进伊是一个好人。一世人都唔捌做过歹代志，应该爱食百里才对，无可能会这么短命。求王爷公保庇阿婶。爷子啊，你替幼儿吼，甲王爷公跋尾跋看卖咧，看王爷叔啊，即款是有救啊无救啊？阿我来遐添一寡香香，替王爷叔做一寡功德，吼。好。王爷公，请你甲信女指示，看王来进嘛，即届病是毋是有救？请王爷公指示。嘿，啊，这边哪有一个走在倒脚啦？奇怪，本是走在倒。哎，伫遐。一边来这个所在啊，是讲这红红的实在是有够水呢，看今嘛无人，偷偷来提转来厝的。啊！我唔是叫你伫迄庙内底跋杯，哪拢无讲就常走来遮啦？我嘛唔知啊！啊，拄只我伫跋杯的时阵，迄杯就落去神道下骹，我想讲去捡，结果煞走到一个有一个鸟仔树，啊，佮一个足大粒的金卵的所在哦。啊，而且哦，我佫知影迄粒金卵叫做凤凰卵哦。小姐啊，啊，你是毋是烦恼往来做来病？虽然你是拢下面啊，唔是下面啊，阿母。我是真真恰恰亲目睭看到迄条红红卵的呢，看起来红红的真是有红红卵，是啊，我一定在赶紧接到这个电。阿兄，你莫阁说啊啦，你赶紧帮我想办法，较紧的啦。好啊啦，我是要替你想什么办法啦？但王来信即摆的病吼，咱规身头的大夫拢看过啊。拢讲无药通好医啊！我嘛不是大夫啊，是要安怎替伊治病？我吼有办法，想到无办法啦。恁无办法，我有办法。梁先生，你有办法救人？这是我足无简单才得到的救命神药，内底只有一滴最珍贵的良药。恁嘞，提起王家救人，会当让伊目睭掰开，清醒一下。药啊！我会豆豆还给你，啊，出来爱安怎做，你已经来足清楚的吼。我了解，梁先生，多谢你斗三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替你达成你的愿望。好，那安尼我就等你的好消息。哎呀，足好诶，足好呢，因为阿母有救啊，有救啊。嗯。苗姐的娇强，何抓才有机会陷害王来做？但由于就是讲，老母变人的心是害，
为了要救老母，伊会付出什么代价呢？苗琪啊，甲尤伟敢有法度做伙呢？我这良缘哦，只有一滴啦，会当让你阿母暂时醒过来，看你一下，就表示讲你阿母阁会当加活三天。林少爷，这良缘是要去倒边？拜托你紧甲我讲。这尤伟啊，不是我唔紧甲你讲，是这药啊，真正足贵的，你买袂起啦。林少爷，只要会当救阿母。就算把我全部财产拢卖掉，我拢愿意。就算讲你把恁家所有的财产卖掉，你也是无法度免救你阿母性命的药啊啦！我求你借钱给我，我还当买药，我救阿母。我求你，你一定要救阿母，我给你砍头！哎，慢慢，你安尼哦，我就等落去。起来，起来，来来来，我袂起来。你若是唔带，我袂起来。我求你，我是有一个办法啦。不过，我唔知你敢愿意听。什么办法？只要会当救阿母的命，我什么拢答应。只要你愿意娶春桃，来阮林家做姑爷，安尼哦，就算讲这药啊，搁较怎贵，我嘛愿意把阮家的长门卖掉，来买救你阿母性命药啊。林水云，你这人来这么骗哈？尤伟，你莫相信伊的话，伊讲的话袂听进。也唔过。春桃来做高我的条件啊！你阿母的病吼是无时间拖都拖落去哦，要安怎做决定哦？你家己好好想看卖，我袂勉强你啦。啊，我甲春桃先回来。春桃啊，来等啊！哎，尤伟，等一下，我拄才问你的话，你还袂甲我讲，你还袂回答我啊？苗琪啊，我即摆心情足乱的，你莫逼我好唔好？你先暂停，我先去照顾阮老婆。哎，尤伟，你真正要答应林水文的条件？你真正要娶春桃哦？苗琪啊，阮老母即摆倒伫眠床分袂不清，我这个做人后生，你叫我是要安怎选择？我的，尤伟，你甲我保证过，你要娶春桃，你要娶伊的对无？有影是上天无步，入地无路，王来锁也分袂不清，尤伟敢会娶春桃呢？还是讲了之后有办法通好救王来锁啊？药款，我去提给你，好，你别再哭啊，好。希望这一次有够买救我奶奶的药啊！阿兄，你实在足巧的，竟然想到这个办法替我避婚，三天的时间就已经要到啊！我想，有为真紧就来咱家讲亲情。消息，阿兄，你讲，有为敢袂唔肯答应，人就烦恼诶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个戆小妹，你放心啦，阿兄互你靠，你想要嫁互什么人就嫁互什么人。迄个有为吼，一定会娶你，除非伊无想伊阿母阁活落来。老爷，老爷，外口人多。一定是有为。那是你，你在那在创啥？林少爷，这是我存来的钱，我想要用这个钱，给你买救王来即卖的药啊，请你陪我。鸟鼠啊，你真正是一只无头无脑的鸟鼠啊！这药啊，一滴个几两黄金，你这来省钱，
怎买药啊？搁再讲，你讲我拢想要叫有为，你认为我乖乖开钱替你买药啊？了后，搁乎你摕药啊去甲有为娘讲，笑死人啊！从来唔捌听过这尼好笑的代志。苗七啊，你来这做啥？你是来这替你买药啊？苗七啊，真是的，我袂当把药啊卖予你，你会当离开啊？请。玉伟，你来这要创啥？公公，你是要来？摸唔着，我来是着要答应我甲春桃的婚事。等下我就提黄金来买你阿母的药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会遵守咱的约束，把你阿母的病治好。林小姐，多谢你。玉伟，你真正要带春桃哦？小姐，我对不起你。小叔，啥是叔？啥个爱替对方穿新娘衫？今嘛我要叫有为啊！你赶紧把我新娘衫穿好，送来阮家哦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讲会到做会到，我一定会把新娘衫做好，摕过来恁家送你。娘子啊，是的，我真正对不起你。一失足，性情过分。因为只有带春桃，才有法度解救伊阿母。苗七也这么细心，伊敢会乖乖啊穿新娘衫呢？因为决定要带春桃，阿苗七啊只会当哪哭哪穿新娘衫，连镜头叫检查到老花都无感觉。当初苗七阿姐对王爷公讲，世间上个重要的就是得袂到的，佮已经失去的。也即嘛，伊就随便失去有为啊。伊安尼哭甲目屎湿淋水，想起较早佮有为两人做伙日子，过去不管你安怎娇强，多力粗劳，有为总是袂佮计较，清在都让伊。也伊煞将遮个当作是应该的，拢无咧管有为心内感受，总是制造问题，互有为失面子，佮歹做人。如今有为决定要娶春桃做某，伊在后悔，家己较早是遐尔自私自利，不过一切已经拢袂赴啊。有为，都要甲别人成亲啊！可是娶伊来，我上讨厌林春桃。气势严无伤，苗七也想到讲较早因为对伊遐尼好，如今竟然要娶伊上讨厌的春桃，就来气甲吐血，死死昏昏去。敢讲伊伫人世间的期限已经到啊？哪里是？伊敢已经知影讲什么是世间上界重要物件呢？苗七阿姐，对我来。苗七阿姐，今嘛到这个所在，你敢有想到啥？苗七阿总算想起讲，家己是苗七阿姐，为着要偷食王爷庙内底红红卵，喊卖王爷公，也因为因老爸王来啊，喊卖将王爷身上个烧掉，而且佫因为苗七阿姐无了解因果，害李焕安生意外的过身，一世人转世变作林水文，佮伊有八位里的因果关系。我想起来啊，你是中王爷公。苗七阿姐，我为什么叫你下凡轮回？除了了解因果之外，你感觉还会记这原因？你问我世间上珍贵的是啥？阿母，我敢那讲唔对啊。那安尼，
你即嘛敢明白啊？世间上珍贵的，并不是得袂到甲失去，是珍惜现在。假使过去，我若是有好好珍惜我甲幼伟做伙的时间，我的人生一定会无同。只是可惜，我并无好好珍惜。也是阿姐，既然你即嘛啥物拢明白啊，那安尼，你敢愿意回来？对着我的身躯边好好啊修行，做我的保障。愿，我不愿意。为什么？虽然我知影因果，因为这一切拢是过去的业力所造成的，啊，不过我不服，我不可能这么简单就放过王有为。伊欠我，我绝对要爱伊还。我今嘛就要回去找伊，讨回公道。鸟鼠啊，正，拢到这个时阵啊。你游玩也是进未不过。我交代大家了，林刚啊，等我母的病好了后，我再补请伊酒，请各位乡亲来。吴良伯，再麻烦你带新娘去新娘房。尤伟，你安尼做什么意思？你甲我拢已经拜堂啊，刚刚你想要反悔？村头，你家己嘛讲啊。你甲我已经拜堂啊，所以咱是阿母。那呢，恁阿兄是不是应该将药摕出来，治阮阿母的病？淡薄，你先等。是。阿兄，你看有为啦，你甲我心情这样，唔甘愿，你要替我自助啦。春头啊，你先卖着急。有为讲了无唔对，当初是。咱的条件确实是安尼，因为我老实甲你讲，其实你也买药啊，我拢是甲这位梁先生买。梁先生是一个做药的药师，梁先生，你是药师，哪里有哪买药啊？真麻烦你。你若想要你阿母的病好起来，你必须要答应我一件代志。啊，若无，我是无可能把药啊给你。陈水文，当初是你是安怎讲的？只要我甲村头申请，你就会把药啊给我。现在怎么变成安尼？有为啊，你听我讲，我确实是摕黄金甲梁先生买药啊。啊！不过伊买的也不是黄金，伊只要你替伊办一件代志。你讲的无唔对，钱我无需要，我需要的是你替我办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王有为，我听讲王爷公庙迄块地当初是恁阿祖捐出来做庙地，今嘛我要迄块地当作报酬，当然。王爷公，你嘛都爱甲伊请出去金庙。这边哪有可能？王爷公在遐起这么久，怎啊要甲王爷公赶走？这根本就无道理。我唔管你有道理也无道理，反正你若是要爱恁阿母的病好起来，你就爱照我话去做。啊，若无，王有为，你后半世人都目睭金金，看你阿母倒伫个眠床顶，无法度落床。咱来报告。有为，我看你上好教育去做。这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嘛无啥清楚，伊根本就是来无影去无踪。你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赶紧将王爷公请出庙。也唔过你卖讲会到做会到。
我是有为，你有听到我讲的话？有为，阿母，阿母，你听到我讲的话啊？有为，这段时间无论有听到你伫个跟我讲话，啊，不过无论安怎，我都是无法度讲话。阿母真是足惊，我惊我这世人会倒伫个眠床顶，拢无法度起来。阿母，拢是后生无路用啊！我都较早摕着药啊，治好你的病。有话顶头来讲啊！这几天阿母知影你受苦啊，若不是因为我的病，你嘛无可能去娶春桃。阿母是咱足无路用，啥足无路用的人，我哪会去得了这款怪病？看你家你拖累，阿母实在就对不起你。阿母，啊你当好起来哦，我就足欢喜啊。啊我讲鸟鸡啊，可能就是无缘啊。哎呦，阿母，我像哪讲哦，阿母就干阿一个呢。阿母我娶着有啊，我当然嘛想过阿母。我拄下炖鸡汤，你太小心点。啥？哎呀，尤伟啊，你安尼是在创啥啦？好好的鸡汤哦，你白掉，你是在出土贼呢？村头啊，我要紧吗？阿母，我阿母，你免管我，我咧教某。村头，你是有头脑无？阮老母才真心过来。胃肠还阁袂当剥着油醋，你阁炖这么油的鸡汤给伊啉，你是挑故意要害伊食歹腹肚，这是阁要害伊的？我无，我唔是挑工的。阿母，是嘞，我随便去煮地瓜汤给你啉。等一下，就是把涂骹破起，我也先捡起的。你若无阿母打着，脚受伤是要安怎？阿母是。我讲你真正是千金大小姐，一点仔路用也拢无，连三岁囡仔拢知影用手去捡去挂着，你搁真正戆到用手去捡？我来带着你这头壳问题无，我枉有为是有够衰啊！我是去捡沙丘。有为啊！村头两个人已经是翁阿母，你莫莫把所有气拢发伫伊身顶。阿母看会出哦，村头这查某囡仔是真正介意你，是真是对你好呢。阿母，你唔免替伊讲话啦。我怀疑你破病这件代志啊，根本就是林水文兄的人互串通好，要陷害你啦。你的目的就是爱我娶村头，我王友无咧遐尼讲啦，互陷害我讲世道上，昏日哦。村头这查囡仔，我一世人无可能介意。哎，难怪阿母是感觉村头伊是不孤的啦。哎呦，阿母，好啊好啊，你唔好阁苛刻我，吼，你着好好养病，你放心，我会摕着治好你病药方，吼。因为虽然无想要将王爷公赶出去，但是为着要救老母，伊只有强做啊，所以因此引起众怒，大家将因为为条的歪回走，抓正看因为拼命过啊，都改变主意，要入庙找出其他的办法。看来王爷公今日无伫庙啦，我就要趁这个机会，紧去红红下，偷摕红红卵。想到我无法度入去，啥？大青，你想讲红红黑这么简单都有法度入去哦？你哪会这天真哈？你就是那只死鸟鼠啊！吼，你来这创啥？想要跟我抢红红卵？我无可能给你这款机会。你是走去哪里去啊？讲出来！
日来红红黑的，哪有可能啦？你遐简单就入去，我煞无好度。这是只有我知影的秘密呢。可是讲你嘛想要入去，来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杨小姐，我是足好奇的呢，有啥物代志会比红红能更加重要？你会愿意跟我做交换？因为我恨一个人，对迄个人报仇，比我得到红红能更加重要。所以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我马上就带你去红红遐。梁先生，土地王爷公庙的地，古早王爷公的代志，我可能做袂到。我拜托你，你敢会换另外一件代志给我做？我求你，我一定要摕到药，我救阮阿母。哼，看在你是一名好主的份上，我就换一件代志给你做。只要你放心，这件代志，干那你做会到，你嘛一定都爱做到到。讲要恶人爷，胭脂妹拄到关老爷，听说真是要叫幼儿做什么代志呢？幼儿敢会当救因老母？就是你对幼儿的保护哦。高安山讲，较早伊嘛真疼惜你啊，敢讲你对伊一点仔情分拢无啊？你听阿母的苦劝啦，莫安尼对待伊，原谅伊好无？无可能啦，阿母。我恨你，你欺骗我的感情，害我差一点就死去。一口气我若是无吐，一世人拢袂快活。阿母，你莫苦劝我，我甲伊永远拢是冤仇人，无可能好改。你的翁呢？我一点都无期待，用糟蹋，搁啥关系？你这人哪安尼啊？好啊，这本来就是我欠伊的债，伊今日跟我讨，我听到真欢喜。你莫管我的代志。杨哥，我唔敢啦。苗姐啊，万分有为放杀你，唔来叫伊踮街路发跪请罪，伊想叫伊跪伫家己门外口的咧，日头遐尔猛，佫跪遐尔久，苗姐啊佫歹回啉水，三时辰过了后，有为就掉山昏倒在地啊。有为，阿兄，有为昏去啊。孙浩，你莫着急，我来去看大夫，你佮斗一下。小姐，即声你出去啊？哈，赵教授，你都要带我入去红红会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带你去。啊，不过第一入去进前，爱先破红红会地理啊，所以我爱先传遮物件。哦。阿母，你吃药啊？人拢好啊？好佳哉有寸头，若不是伊甲梁先生摕药来给我吃，我嘛无可能遐尼紧就好。
阿公，这几天哦，伊伫就伫你身躯边照顾你。若不是哦，我真是唔知要安怎才好。你应该好好个细多些，你知无？陈涛，多谢你照顾阮阿婆。因为咱拢是阿婆啊，你甲我讲遮客气话，要创啥？只要你甲阿母的病会当赶紧好，就算敢若艰苦，我嘛愿意好好奉待你。就将地理破掉，咱就应该入去红红黑啦。敢真是？当然是真实的。天机嘛，跟你来，行。到啊啦，这就是红红黑，你要来红红黑，你听。就。我总算是得到红红的啊！鸟七啊，多谢你。嘿，你直接讲鸟七啊！你就是讲我会相信你袂甲我抢两票，红红的，干那会当是我一个人？我绝对袂甲别人分。红红的。感觉即马规身躯拢充满力量，我的功力已经增加，真紧我就会当变作蛇王公啊！这就是贪心的下场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唔只是戆蛇，我骗你拢唔知。也唔是因为吼，需要你的解药救人，我哪就演这出戏。是讲哦，今麦看到幽微甲春桃的感情这么好，也无枉费我演这出戏啊啦。鸟七阿姐，今麦你嘛应该好归队啊，我等你做我的部长，已经等真久啊哦。在陈富庆本来阁有二十年的时间，现在陪伴你。啊，不过，煞因为我的教话，害伊来死去。所以，这二十年来的时间，换我来陪伴你。啊，不过，我时间嘛差不多到啊，要回归天庭啊。鸟七啊，你是要去倒啊？你莫走好无？阿母。我伫张王爷公的手下做保障哦，将来你的荣兄若是真啊，我会来接你的。你放心，总有一天，咱一定会见面的。我真正袂用再留落啊，你要好好照顾家己，爱保重哦，等下不？阿母一定会去庙看你。
一支报喜，一支报喜。虽然得袂到的，甲失去的，听起来敢那真珍贵，不过拢是一寡无实际的物件。人生在世，变化无常，难在人把握就一个幸福。到时来失去，都敢那春秋悔甲悲哀。上环甲珠海区的几部拍电影的发展，日本千金也是，日本都结识大人的乌布，几部金帝国低杯兼赏金，今仔敢有名台买买资格的少年才看有，这些尊龙相当久未拜，但是讲到气笑笑牙甲喷水脑壳的，珠海区地方二十年的地名都要唱袂调啊！下礼拜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新说台湾》，最先尊龙多几部。用力气。